门，快开门！谁呀、啊？你好，送快递的，麻烦放门口吧。不行啊，这份快递到付，需要95.8，九十五块八，救我吧！不好，小朋友，快开门救救我吧！虽然不能给陌生人开门，但是救人要紧啊。小朋友，谢谢你啊，刚刚有坏人跟踪我。那你赶快报警吧。不急。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别害怕，妈妈马上就回来了。为什么知道家里没人，她反而不紧张了呢？不好，姐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糟糕，不应该给陌生人开门，现在门口肯定也不安全了。只能这样了。姐姐，喝点水。哎呀，你这小孩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去给你拿毛巾。我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啊。姐姐，你别演了。你说你被人跟踪，但是到现在都不报警，直到家里没人后，你就开始翻包，里面一定装着危险品吧？哟，小丫头。还挺聪明的嘛，可惜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妈妈，他人呢？已经跑了。没想到吧，刚才倒水的时候我就发出了求救，故意洒水是为了拖延时间。姐姐，你这么年轻，不应该啊。